Hello， 现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轩。刚刚就是在楼下唱歌的时候呢，为大家示范的是我非常喜欢的比较可爱、比较轻便的造型。那这一次呢，因为来到这里，我想说换一个不同的风格，可是搭配同一双鞋子，就是跟大家介绍说我自己喜欢的鞋子的属性，就是它一定要可以有不同的场合的一个搭配。那今天这一身可能比较稍微再正式一点点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。天一冷就睡了，别问我会不会饿，多久没饿了，胃口早被弄坏了，用力想开门却起不了身，索性就好好的晾着。天一热就烦了，别管我会不会渴，就算我好渴，管再多也解不了忽冷忽热的封闭室温，散不去你好心留下来的门，凭什么我要对你非爱不可，忍着的痛并成了讨厌的干渴，我不是那种可以随便糊弄的情，一杯打发的难过的回退被三舍，为什么选择被你